世界各地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想大家都很期待这一场球的，不用等很久，两队的球员很快就出场了。我是伍家谦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拍档就是 Keyman 啦。喂，家谦，你预备好未先？我哋今天应该有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咧，系会上演嘅。比赛已经开始了啦，传到去侧翼，普巴踢入中路，蓝斯一脚解围。米希达利恩有得射啦，快射佢！和扑特，克达比利连好巧妙嘅传送啊！费兰尼。高空傳球，截咗啲球波啦！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！克達比利連，藍斯，為腳直線，有機會，喂射佢啦！哇，想嚇死個龍門咩？拿卡石定，哎，而家可以反擊啦！斯搶翻個波翻嚟啦！艾朗拿射佢，又射失咗。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梅斯達飛、奧斯爾、盧卡古整腳直線，安東尼馬迪爾，咦個波出嚟啦，個波飛翻出嚟，追到實一實啊！后锤一摇，守门员救得靓啊！呢个龙门系抵加人工俾佢啦。山齐士全力喺左边突破，山齐士喺左边揾到缺口啊！亚历斯山齐士斩埋去，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交咗脚靓波啊！试下扼埋去啦。克达比利连位置感一流，挡住呢一球波啦。和扑特喺右路啊去紧，个波而家喺马卡石迪度，个波甩咗出嚟。艾朗蓝斯，好嘢啊！啱先话失咗个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。马迪尔，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。马迪尔一个靓波。我想他拖得太慢了，搞到对手都压实。准备要射了，个波成个炮弹咁飞埋去，真系巴闭啊！佢呢球波一流啊！哇！打破僵局嘅一球啊！原来啲球员之间有条罅喎，真系你唔射穿我都睇唔到啊！龙门啊，更加冇办法应付啦。曼彻斯特领先1-0。嗱，依家就唔係領先好多嘅咋，仲未可以放鬆噶。守門員大腳斬出去，截得好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米希達利恩傳咗入中路啦，彈出底線，國球嚟嘅。解围踢翻出嚟，拿卡石迪守得好，完全俾人过吓，浪高个波，拿卡石迪呢球点咧？
和确达射入，呢球靓啊！嗱，而家呢场波嘅气氛就好好多啦。下个入球系边队啦？个角度一流啊，龙门连波皮都揩唔到。呢个波正啊，够简单直接，总之有机会就起脚。呢场波够晒睇头啦啩？对手好机会啊，嚟啦！反败为胜啊！反擊咪就應該咁啦，越簡單越好，斬下壓搞掂。哇！反超前實在唔簡單喎，而家睇下佢哋嘅後防係咪同進攻一樣咁出色先。哥斯尼好快咁向前傳，盧卡古直接長傳，個波而家喺拿卡石迪度，拿卡石迪向前傳出。有機會，亞歷斯山齊士，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艾利尼球證吹雞，上半場夠鐘啦！我真係諗都冇諗過佢哋可以咁樣反超前嘅，睇嚟球場裏面嘅觀眾都同我一樣啊！好啦，我哋到半場休息時間。哇！呢個上半場真係睇到大家眼花咁滯。下半場會點呢？我就估唔到啦。踢完上半場咧，稍稍佔優啊，領先2-1。比賽嘅尾45分鐘開始啦。盧卡古，艾利尼，奧斯爾，拿卡石迪，今次得唔得啊？拿卡石迪射入，哇，靓波啊！入埋呢球啊，安心啲。呢球波射得靓咧，就系佢控落嚟咧，好似已经完全知道晒一间会点做噶啦。比數已經拉開到兩球啦，球場嘅氣氛咦都變曬喎。盧卡古護住個波，克達比利連，拿卡石迪，橫傳，和確特擰埋去，哇救得好啊！呢球波撲得好。呢、這個波簡直即唔係講技術去點救啊，完全係講本能反應嘅啫。呢球波啊，直頭直接飛去個龍門隻手度嘅。盧卡古、藍斯、拿卡石迪身形佔優啊！拿卡石迪攞到球波，但就揾唔到機會入波。奥斯尔位脚直线，企啱位接得好好啊！和确特，哇，好跳得啊！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领先3球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喺咁大嘅压力之下，仍然表现得非常之冷静啊！山齐士。犀利啦！咁樣揾個身體咧擋住對手，然之後製造空間可以射門，成隻獅子咁，真係夠曬勇猛。個波會去邊度咧？呢個直線靚啊！呢球波擋得好啊！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俾好啲至得啊！嗱，佢走位走得好好啊，不過我諗佢對於隊友俾波嗰下就唔係好滿意咯。和確特。馬迪一腳將波清走，蘇爾好快咁向前傳，個波而家喺安東尼馬迪爾度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米希達利恩起腳射門，高咗啲啊！嗱，雖然呢個波唔入咋，不過反擊咧好明顯係佢哋呢隊波嘅殺手鐧啊！
卢卡古，哇，相当巧妙嘅传球。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嗱，卡石迪越咗位啦。哇！呢个波真系俾得靓嘅，可惜啊，争少少越咗位。快速进攻啊！奥斯尔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反击啦！卢卡古、米希达利恩、卢卡古、卢卡古，呢个失误真系严重啊！哇！喺龙门口呢个波都唔入，我系咪眼花？奥斯尔、拿卡石迪有机会突破，传个波入嚟。呢个球员一啲都唔怕挑战嘅。克达比利连个波传向左翼，截走个波啦。艾利尼喺左翼落紧嚟啦。亚历斯山齐斯。山齐斯好巧妙嘅传送啊！个波传咗入去啦，距离估计错啊！直接长传，卢卡古向前传出，传过去啦，截准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望落就似有机会嘅，不过结果都系唔得。亚历斯山齐士攞到波啦，山齐士将个波送去侧翼，和确达一个靓波，和确达呢脚俾得唔错啊，拿卡石迪冇法子控住啲球波，和确达奥斯尔个波而家喺拿卡石迪度，奥斯尔龙门没收了这个球了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，球迹看一个标之后就吹鸡完场了，他们踢逆境波的能力真的非常出色，落后的情况之下反败为胜，不会因为中途遇到什么困难而灰心的。Keyman， 头先场波咧，你点睇啊？嗱，呢场波我哋赢咧，就好明显你见到佢决心好够啦，成队波都好团结嘅。最紧要系咩啊？最紧要有士气啊嘛！时间差唔多啦，亦都要同阿 Keyman 讲声多谢啦吓，多谢你嘅独到分析，各位观众晚安。